人类的极限有多大？或许从这些人的身上就能找到答案。每个生命都应该有追梦的权利，光芒不该受自身的条件所限制。为了梦想与未来，承载着温度与力量，告诉世界，他们与我们并没有什么不同。他们要的是英雄般的欢呼，他们是运动选手。传递生命温暖与美好的同时，激励着每个参赛选手找回自我，重回梦想的天空。2020脊髓损伤者全国运动大会在屏东 Power Up， 平等融合，力量无限，通过激动人心的运动赛事，重新燃起对生命的希望。第20届脊髓损伤者全国运动大会在屏东，让我们一起到场，为选手打气，加油！